發財，我名叫做吳麗華，我是今天在這裡的義工，我們今天是佛光年宵，我們的年宵已經是今天進入第四天了，我們今天開放時間是早上11點至到凌晨2點鐘的，我們今天這裡有很多攤位，有18個不同的攤位，有些吃東西的，有些賣花的，有些賣飾物的，賀年的應節的食品咁樣，咁歡迎大家嚟呢度玩一下啦。我哋今日咧就預計咧，我哋今晚黑咧會人潮最多嘅時候咧，都可能有幾千至一萬人噶。咁如果你係趁呢個時限嘅話咧，可以早啲過嚟行下花市啦。今晚有啲咩活動啊？今晚黑我哋梗係有舞獅啦，舞獅同埋舞龍啦。我哋今晚黑咧十點半鐘咧就好多貴賓咧嚟到我哋呢度咧就上呢個頭柱香，仲有咧呢個敲呢個新年嘅鐘嘅。咁咧就大概咧就係十點半以後咧人潮係最多嘅。咁咧通常咧就大家嚟敲鐘咧，同埋祈福咧都係希望咧今年咧大家可以事事如意啊，心想事成啊，咁樣合福平安咁啦。每年佛光山都有句是賀年的祝福語的，今年是嗎？我今年是聰敏靈巧，語意呢就是好像我們小馬騮仔那樣的，很靈巧，會很活躍這樣，希望今年個個人呢都是精精神神，好像馬騮仔那樣活活躍躍這樣。
Yeah.